我们是一间就是家具的那个生产厂商，主要的业务是制造跟销售，到国外世界各地那一这方面。目前我们销售到国外大概有30几个国家，由于我们主要是外销，所以在本地这方面的那个知名度可能就比较缺乏。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奖项来增加我们在国内以及亚太这边的知名度，让我们的公司能够更上一层楼，让我们的客户对我们更加有信心。